那些，你最好想清楚。是这个世道，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。今天，你开了这一枪。 明天，你就是下一个朱启文。 听说巡捕房抓他的时候，他连跑的意思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他做什么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哦，那你早点休息。 学长，坐。听说了吗？时局动荡，组织上决定保护有生力量，让一部分进步学生先离开上海。当然，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读书会，还有其他学校的也在其中。你负责确认学生名单。 行一些，是不是有人来保我了？嘿呦，嗯，晓得了。中日商会的武田先生亲自给你做了保，你小子到底什么来头了？啊？没什么来头，为民除害罢了。 走了。杀人偿命，巡捕房一定不会法外留情。但别担心，你关不了多久，我保证。因为你对日本人很有价值。朱启文一直在试图接近一个人。好久不见啊，程老板。上海的粮食大王，程思义。程老板。 您似乎对我有成见呀，我跟你不熟，也不想熟。可是程先生并不待见朱启文。
朱先生专坑故里，文明沪上。你这种朋友，我不敢交啊。中日商会的武田秀夫，够不够资格做您的朋友？我们通过调查，发现这是武田的授意。如果朱启文被杀，武田势必要找到下一个能够帮他接近程先生的人。这件事，没有人比我更合适。 这什么意思？请我吃饭？菜都没有。菜都没有。真还有碗生的呢。これは西方農場の今年の新米で、朱先生が陈水先生の農場から買ってきたものです。しかし、残念ながら朱先生はもういない。原来姓朱的。 只是个贩大米的。私としてんせいは米の売買だけの関係ではない。彼は私が中国を行くための大事な足だった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是把你的大腿给敲断了。不好意思啊。私は足がない。今後代わりに君に手伝いをしてもらいたい。 我爹，我干爹，我陈叔，真年轻。今月中旬，私は上海交渉連合会の設立を予定している。そして、陳水先生にぜひ参画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た。你是想让我代替朱启文，给你牵这个线？この仲介役としては最適だと思っている。 看清楚了，这是我至亲至爱的叔叔。小时候他给我洗过尿布，看着我从小长大，逢年过节给他磕磕头，还有红包拿。你现在让我劝他干这种缺德事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君の望みは何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能给我什么？ 先生が持っていた全てを君は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。不够。金、権力。私は政府の中で大事な仕事を君に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ぞ。今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，明天就有可能跳江跑路。你要是不拿出点诚意来，我们就别聊了。待ちたまえ。等等。要求を言えば。 できるだけのことは叶えよ。现在帮派四分五裂，一盘散沙。我觉得得需要有个人站出来。你懂我意思吗？<笑>いいだろう。 いつを言えば。 君は私の想像と少し違う。信用してもいいんだな。我们只是互相利用，不需要信任。答应我的，别忘了。カカ、なければ信用できない。信用する必要はない。 利用するだけで十分だ。
这武田想把上海变成日本人的金库，但这金库的钥匙就在上海滩商人的手里。程先生是上海滩商界的标志，武田需要一个人来促成与程先生的合作。如果能让程先生就范，那么武田等于成功一半，而我们也需要一个人来把这次会面变成一张罗网。我最合适。你说的没错，公共场合很难完成刺杀，所以必须是私下见面。陈先生点头了，明天都城戏院二号包厢，你们安排吧，别再跟着我了。行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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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周，大哥回来了，半路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巡捕房那些人没有为难你吧？好着呢，大家以后安心干活，不会有人找我们麻烦了。好，好。什么？婚配书。真有票啊！先吃豆腐，大哥，去去晦气。吃里扒外，赶紧去吧，跟他一起走，一块走吧，哥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哥。穿我的去，提亲嘛，精神点。不是，来。大哥，行了，滚吧！哎，慢点啊，飞哥！我们家待你不薄，你竟然现在趁火打劫！小姨，你也知道现在一张传票有多难搞，我也就多出这么一张来。这样，你让表妹先跟我过去，我再给你们想办法。我不去，让我爸妈先去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票就一张，你就忍心让老两口分开啊？哼，我们家
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败类？姨父，您这话可就说得难听了。要依我说呀，你就把表妹嫁给我得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办，不是？谁要跟你嫁人？哪儿来的小偷啊？哎，吕云飞！喂，你喂，你们就等死吧！哦，爸爸妈妈，这是我朋友。哦，李云飞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来干什么？船票。啊，船票，快看看。这个。真是啊。这个是当初你给我的，虽然只是一枚银元，但我一直把它当做最珍贵的礼物。今天我把它还给你。就当做聘礼了。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回来，我一定娶你。一路顺风。林さんは陳さんの国軍から出てきたばかります。林さんは認めいばいと言います。明日は東京機長は肉市にあります。東京機長は陳さんの戦場で、彼はまかに買いまず惜しんだま聞いています。それが世の常というものだ。すぐに始めます。よっそかい、林さんは仕事の能力がよい。どうもおかしいぞ。吉村君、歴史を変える時が来た。天水が出席すれば半ば成功したようなものだ。你以后不能这样了，我担心你很久了。嗯，知道。韩伯伯好。这巡捕房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啊？啊，人没事就好。啊，进去吧，吃块豆腐去去晦气。不吃了不吃了，今天没少吃豆腐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来就是给你们报个平安。
哎，楠楠，你去给我泡杯茶去。去呀。你有没有觉得楠楠最近有点反常？平时我说他几句，他上来就挤兑我。哎，这次啊，我说啥他就听啥。你要是知道点啥，你可不能跟他一起瞒着我啊。啊。你们俩得相互扶持，知道不？嗯。你们俩。哦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您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肯定保护好他。您放心啊。韩伯伯。啊。茶泡好了。啊，那个，这晚饭啊，我就不去了啊，晚上我还有事儿。你跟楠楠去吧，年轻人多聚聚，我就不掺和啊。哦，哎，行行行，那您别去了啊。啊，哦。晚上早点回家啊！啊啊啊！谢谢啊，韩伯伯。晚饭，去哪儿啊？上酒。好的。对了，一会儿还有朋友要来。再次向你道歉，林夕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无非就是好好活着，吃吃喝喝，然后挣钱讨个老婆。笑什么呀？我是认真的。我没有说不认真啊，挺好的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想做大事。多大的事？很大很大的事，可以改变中国的事情。哎，朋友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不用再介绍了，赶紧的，先自罚一杯。别着急，还有一个人。林夕，我跟你要三张票，你给了我四张。哎，你想把我也送走，对不对？这事儿你也有份吧？你们两个可以啊，先把我。嫂子。他说的是，你怎么跟小袁说的？赶紧说呀！说呀！我
就是，哎呦，你快点儿！我就是头脑一热，我让她嫁给我。你真这么说的？真的。可以呀、啊，李云飞。行，那今天这顿酒就当喜酒喝了。哎，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喝什么喜酒？哎，新郎官，害羞了？新郎官，你喝不喝？喝。本新郎官今天晚上就敬大家一杯。来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哥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现在上海三剑客，上海三剑客，惩恶除奸。来来，再喝点，再喝点儿。干杯！干杯！哎。我记得三剑客里边那个皇后有一个大钻戒，对吧？对啊，你也得有。我找找。瞅啥呢你？哎，大哥，来试试试试。太丑了，这太丑了。丑吗？啊。给贺小月，新婚礼物，随份子，随份子。可不行了，你快点，林心。宗南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。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们拍张照。哎，你慢点儿！什么破酒量啊！你书有误，有点乱，将就一碗。不用了，我睡沙发就行了。瞎客气什么呀？小云不在，房间空着呢，我有地方睡，早点休息。你想好了吗？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，你以后恐怕很难留在上海了。想过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过了明天再说吧。你知道现在这猪肉多少钱一斤了？我说你都不相信，楠楠，就这点猪肉要一块钱大洋，你说这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个，本来啊是想吃完这顿饺子再跟你说，既然你都看见了。那我也就不瞒你了啊，这个机票啊，是我老同学送的，明天一早起飞，下午就到重庆了啊。不是，
你干啥去？去做我没做完的事情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说外面这么乱啊，你整天在外面瞎跑，你诚心要把我这个心天天悬在嗓子眼是吧？韩伯伯，你再陪我玩一玩穿洋馆吧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。三局两胜，来吧。楠楠，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开门见山。你说吧，想让我答应你啥呀？韩伯伯，你拉扯我长大，不仅是因为我爸妈的托付。你对待我像对待女儿一样，我一直把您当成我的父亲。从东北到上海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对你的爱都不会变的。我知道，我在你眼里，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，被你保护着，不受到任何伤害。可是我不可以这么做。这一辈人有一辈人要去完成的事情，您已经完成您的使命和职责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韩伯伯，我请你答应我，你就放手让我去做吧，我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。楠楠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，不能让你有危险呢。你说你爸妈把你交给我，我必须，我有责任让你健健康康、平安的长大。这女儿长大了，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儿，啊！我应该为你高兴，对吧？那啥，晚上早点回来，我等你吃饺子，啊！我去看看肉馅好没，啊！谢谢韩伯伯。已经行动了，不等了，抓紧时间上车！走，上车！不好了，七十六号的人把石家围起来了，就在外面。冬儿，冬儿，都停住，使劲儿，停住！开门，关柜子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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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臣子意，活其万历，宣统退位，罪在此息。当今我中华大地哀嚎遍野，都是吾辈之罪呀。教授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小姐什么时候回来？ 我让司机备车，好早点出发。当年在东北，如果我们再勇敢一些，小日本儿也许就不会打到上海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，眼睁睁的看着小辈儿生死薄命。教授，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。 朝着远岸追寻。